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攻略原神 4.5 原神活动，源源滚滚交叉火力，源源滚滚加上火力第二关开始。哦，这边还是一样反向移动的，这边需要注意一下。这一个，这边是往里面吸的，爱完了，我的最终防线。这怎么还打到我最终防线里来了？好的，4700。今天活动第三关来开始。今天活动第三关来开始。今天新增了一个机关，这是新这边靠近一点会挪的会比较灵敏啊，会靠近一点，离远一点会挪的比较迟钝。这边需要注意一下，有迟钝。这边新的机关就是你打它，它场上所有的这个东西全部都消失，中间会有挡板，挡板这个小心一点，好吧？爱拿走，打下这个湖，爱全部消掉。好了，6000分。这边是活动第四关，我们来开始。
这边我们拿够4000分之后就可以退游戏，拿够4000分就可以退了。然后这边今天的 buff 是每隔几秒会出现一个贯穿炮台，然后贯穿所有的贯。再把这个火打一下，好，这边我们已经4000分了。那这边我们结算退出。好了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